我们俩切磋以后，大师可以教我空手道吗？什么切磋？你早已经是我手下败将。我今天来只是想教训你，我想让你知道，在美国没有你李小龙的地方，你不能这样张狂。张狂不张狂，等我们教完手了以后再说。今天，我要当着你的学员面前，和我的学员面前。 还有山本先生，以及山田正雄先生面前，说清楚一件事情。请讲。如果今天比赛你输了的话，你要做我的教练，我也会教你咏春拳和别的拳法。你教我？只要你赢了，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来吧。好，来吧。 大师得罪了。哎，山本先生，您答应我的事情，我希望您能够履行诺言。过两天，我会登门拜访。